过镜头看到的就会留在你大脑里，你就记得吗？还要不停地倒退，可能怕撞到别人，撞到柱子什么的。其实也是为了拍出很好的照片给，帮我拍出很好的照片。然后真的有打动到我。
后半从前半分裂，人生是连环世界，你爱的不告而别，一生是多长时间。半天也不回来，我喊一二三哦，开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